在用者中心这里呢，他们也要给孩子过马路。现在呢，我们准备去他们办公室那边给孩子过马路。孩子醒了，孩子现在后背了。高，高，我拿的来给你了。啊，亲爱的各位家人们，大家下午好。好，是咱们爱乐贝国际乐资会所的小乔，很荣幸今天能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参加咱们小涵涵的满月礼。在这里呢，祝咱们在座的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咱们爱乐贝国际乐资会所自开业以来呢，选择入住的宝妈也是络绎不绝，很感谢咱们小涵涵的爸爸妈妈能够选择咱们爱乐贝作为小涵涵人生的起点。那小涵涵自入所到满月一点一滴的变化呢，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很荣幸能够见证咱们小涵涵的一个成长。那接下来请欣赏咱们会所为小涵涵准备的一个成长视频。妈妈，妈妈爱你。变到现在这么大，是这一点一的变化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今天呢，不仅是咱们小涵涵的一个满月礼，更是爸爸的成人礼，妈妈的感恩礼，是咱们一家人幸福生活扬帆起航的启程礼。那么从此以后，四口之家，两个小棉袄，爸爸的担子更重了，爸爸加油努力的搬砖哦。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十月怀胎的艰辛，培育自己的辛苦，咱们只有经历过这一切，才能体会到这其中的不容易。虽然说今天咱们小涵涵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都没有到现场，那么我相信他们对这两个孩子的这个爱和祝福也是不会少的。而且就是有了这两个孩子之后，我相信咱们小涵涵的爸爸妈妈也会更加的感恩和孝顺咱们双方的父母。其次呢，其实最辛苦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玛丽小涵涵的妈妈，那个小涵的爸爸，你注意听了啊，他那个不远万里跨越这个
跨越这个山呀水呀，跨越这个这么远，来为了这个爱来奔赴你啊，为了爱来奔赴，然后他这个经历过这个最初的一个孕吐呀，身材走形呀，包括当时的一些语言不通呀，环境陌生呀，来为你生下这两个可爱的小苗。那么此时此刻，小汉你爸有没有什么想对咱们玛丽说的？嗯，不说不说，不说那么多话，表达一下。再说一个，这种机会不多啊。说一下辛苦了。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辛苦了还有什么？你跟着我说，你说老婆辛苦了，老婆辛苦了，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俩手抱，两个手抱啊，拥抱啊，那就请小孩的爸爸来为咱们小孩孩完成这个礼仪。替乳发一生顺遂，替乳发一生荣华，替乳发百岁有余。好，李成，好。接下来有请咱们爱月贝国际月子会所的何店长为咱们小涵涵颁发这个满月证书。好，好，行，时间好快呀，转眼间一个月就过去了。然后咱们小涵涵这个成长的一个变化，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也很感谢你们能选择我们爱月贝国际月子会所，在这一个月相处过程当中呢，肯定在我们服务上以及各个方面有做的不足的话，就咱们多多提提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爱月贝越走越远啊！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也祝愿咱们小涵涵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咱们一家四口幸福美满。这是咱们的一个满月证书啊。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给宝宝送了一个成长纪念册，是一个0到12岁的，然后一点一滴的变化，我们到时候给孩子补上就行啊。等到咱们宝宝12岁的时候，送给他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成人礼啊。小孩的爸爸妈妈来一起携手为咱们小孩孩写下这个寄语，好，美好的期望，好吧？五叔，七号，六，好。我天哪！你这个愿望好长呀！一起，一家人一起。啊，好，好。哎，一起，三个人一起。啊，好，一刀切到底，一顺百顺，事事顺。好。拿不出来。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拜拜。